在这边给我一点点的有利的规则好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由阿神来判断该不该去追击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太有力了吧！所以阿神说杀，我们就杀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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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不要一意孤行哦。没别的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计时准备好了，一分钟。多久啊？一分钟而已。一分钟，哇，好短哦。开始。OK。雪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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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兔。对啊，你要拿我的床。我才不要给你们干套房。哎，为什么绿绿的？绿绿的，哎、欸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你现在几秒了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？二十秒，三十八，三十七，三十五，三十秒了，太痛苦了吧！救命哦！一分钟真的好短，我也想五分钟，我也想五分钟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一 ，Go Go！ 跟我杀杀杀杀杀！他们现在也没办法、啊。哎、欸，稻草滚都不留的，可恶！废话，你们给我饿死吧！多了，你我还没有把里面的村庄宝箱给收过，好不好？你还是有机会拿那个食物的。我不小心做多了两个歌手台，有人要。然后我们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那还真的是。再不沟通啊！再不沟通啊！都已经在同一个 DC 群了，还不沟通？来，我这边有合成台，过来坐。那个音乐出来了，那个音乐出来了。嗯，棒棒棒。哎、欸，你还有在打博物吗？应该没了。现在我觉得大家都没时间了。啊、你应该就是在练风骨跟玩那个斜杠人生的，你知道吗？斜杠人生。好饿哦！我放原始阵，好饿。你要回来，你要回来吗？你在哪里？好饿，好兔不吃回头草。我要去找牛了，好饿。对啊，毛出来毛。哎、欸，鱼肉是不是也可以打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先捉鱼给你们吃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渔夫。渔夫，太、哦，对，渔夫，太，你要不要买包包？你们有人有煤炭吗？我打了很多羊。用什么给我？哦，醉了。I love you。太，你要不要买煤炭？太，你有很多煤炭是不是？没错，现在不是对岸缺煤吗？他们因为没有煤炭可以发电。阿顺，你的铁好了，没关系，这个先给你们用。快点，还要口。Model 还要口。我真的很担心，我真的害怕。没事，我现在是因为我大幅度的减少他们的追击时间，不然我根本不可能活那么久。我打了很多肉，你们有熔炉吗？有熔炉。我们在哪里？基地国。我在西罗那里，等一下。那你在这边？在我附近。这边。我打了很多肉。我这边那个树林过去。所以你那边什么南树林吗？这个，哇，好，雪兔有铁镐嘞！啊，我看一下，他去挖钻石啊！不用，没有人在挖钻石的 ，no one。我就会想要挖钻石啊！每个男人都想要钻石，谁不想要钻石？你的钻石的前提是它可以变钱。谁不想要钻石呢？有效。哇，魔物猎人呢？雪兔，给你啊！我不知道这个干嘛。这他没有打，他没有打。啊，这个没啊，好吧。他里面的东西都很烂，其实。我今天都很衰耶，我打碎石一直都打不掉东西。对。哎呦，哥，救命！哦。Are you die? Are you die? I'm die. Thank you. You die. You die. Okay. You die. 我死那种蠢地方，不接受。谢罗。因为我是想要做这个，我是手上拿这个，只是我没有那个东西。手
哇，雪兔火热的东西了，他、要去地狱了嘞，各位。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。火热的东西，那就差不多地狱了。还没啦，还没啦，还没啦，我还没啦，我还在做庄啦。指挥官有何指示？杀。就是就没什么没什么想法，就把他杀了就对了。杀各位杀，被干走了。各位杀各位杀各位杀。好，各位杀。收到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他妈 PVP 要爆了，白痴啊！看你怎么在这。游戏结束。你怎么在这？哇！各位虾，你怎么在这？默默的就是默默的，默默的。哇！你们不是还在远方吗？哇！告诉你，我要欺骗自己的队友啊！哇！我跟希罗还在准备物资呢。欺骗自己的队友啊！天 ！PP， 然后 S， 我这边先放个箱子，然后我把装备全部都丢进去，我们来一对一单挑一下，我让我了解一下到底我现在是烂成什么德行，我看一下。然后把装备丢进去，可以。只要我刚刚在上面一小段时间了，然后我就在看你什么时候跑出火热。有些地方没有 OP 打不开。OK， 我在丢地板，快点丢给他。哦，不是他们跟你打吧？又怎么是我跟你打？我已经输啊。不一定，你给我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，你给我过来。有侥幸，你给我过来，你给我过来。OK， 这样过去，他现在拖我去扁了。围观的观众，在森林中的针尖对决。我是围观的观众，世界重生地啊！这个是我们现在是罗马竞技生死斗。我们为什么点不到啊？因为这边没有 OP， 点不了。那只好我自己打了，谢谢。现在是师徒罗马竞技生死斗，因为你刚刚把我杀了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不应该，我是 PVP 中的食物链最底端才对，不应该啊。照理来讲，应该还有。不是，因为我确实已经听到你那个蹦出来的时候，然后想说，那我赶快去捞岩浆来去烫你。天晓得我两次放岩浆都没烫到，然后我就下去了，我跳过去了。所以我认为至少应该。我的 PVP 可以赢吧？好，我现在先这样子期许的好吗？好，可以。我们是有斧头的吗？还是没有的？我没斧头，我拿一下。好，准备哦，三、二、一 ，Hit my button。嗯？哦，刀客二。哦，刀客四。你够快，够快！我不打一下了。哎呦！看我。迷迭步伐，风骚走位王，好痛啊！啊！获胜！终于，我确定了，挽回一条命。不是，我知道一个原则了，跑酷越强 ，PVP 越弱。这应该是有那个六角形，就是跑酷跟那个 PVP 天赋啊，拉满跑酷 PVP 就被拉过去了。是的啊，这没关系的，好吧？那在这一次的话，我真的觉得就有点些许的可惜，就是一点是这一个 Manhunt 其实还是要把那个整个流程就还是要顺一遍，才会比较更加的刺激，不然的话还是会怕、啊。就是像阿神尽管玩了这么多，原来还没打过中介龙、啊，对对，中介龙这一块正常杀死，竟然没杀过几次，这让我真的非常的讶异。我一直以为就是大家屠龙已经成为一种然后习惯，就每天早上就哦我要屠龙一下喽，然后就过去屠龙了。龙表示，那你觉得这一次你在玩 Manhunt 被追的感觉你如何？和尚差点没盖房子哦。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进地狱吧？好啦，那感谢这一次阿神过来玩这一次的 Manhunt， 阿里嘎多。Hi！ 然后也非常感谢我的猎人好朋友 Kelvin、绿茶跟希罗啦，谢谢。下一次的话，我可能会抓小刚，小刚应该就真的知道怎么杀龙了。后面呢，也会再找不一样的人来去尝试玩看看。那依旧呢，会给新手朋友们一些。不一样的福利，就这一次就玩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玩完，拜拜，拜拜。